官方希望你做的 VS 实际上你做的。官方希望你做的木围栏，在围上木围栏，野外生存根据地就完成了。忙碌了一天的唐师傅终于在迷你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，实际上你做的。糟糕，回家的路被岩浆堵住了。奶糖，你有带空气背包吗？没有，不过我建房还剩下了一点木围栏。这个老六，木围栏有什么用？哼，哎，世上最难过的事情莫过于有家不能回了吧。别急，看我的。围栏明明是木头做的，为什么可以抵御岩浆啊？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嘿嘿，难道你不知道迷你乌龟都很能管吗？官方希望你做的机械车间。哈哈，机械车间做出来的机械跑车也太好用了吧？这比坐骑快的不是一星半点呀、啊！以后谁还用坐骑代步啊？实际上你做的。在迷你，你千万不要做的事就是用机械车间制作捕兽车刷捕 boss， 因为这样的话你将会得到 boss 的保障。嗯，香的嘞。爱不爱都可以。官方希望你做的云团屏。哎，这个稀有方块刷新的地方也太高了吧，这根本上不去啊。没事，我们可以用云团上去啊。实际上你做的。奶汤，这悬崖太高了吧，我怕。小问题，看我无伤落地。柚子，你也试试吧。好。官方希望你做的海洋家具。哇，新出的海洋家具也太 nice 了吧，不仅款式多样，而且全都是可以免费获取的。嘿嘿，我这就把我的房子重新装修下。实际上你做的。迷你世界冷知识，海洋家具。这套家具才没出多久你就发现有冷知识啦？那当然，众所周知，这次家具里面的门只有两种，但是海洋家具的门其实是有四种。切，当我瞎吗？这里明明显示的只有贝壳门和珊瑚门两种。哼，你不信的话就看好了。其实另外两种门是窗户做成的，只要我们放置两个窗户就会形成一个门。哇，真的，这简直和真的门没什么区别。奶糖，你也太厉害了吧。那是，那你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废品。